脚踏这主意是我的。我不知道他还不知道你。当然是我了。哎，实话说吧，我爹他糊涂，我怕你也跟着犯糊涂。你看这田宝贵心里，他游苏云，他就是仙女下凡，这心里也不是装不进去别人吗？我说你操什么闲心呢、啊？这个混蛋田宝贵跟我要定了。我就算打一辈子光棍，我也不要他。你这是封建包办，老子就包办了，成不成都得留阿香。你，我就算打一辈子光棍，我也不能答应。打光棍？对，老子先打断你那条腿，让你彻底成光棍。老子是战场上下来的，你不要以为老子下不了手。你给我想清楚，搞什么搞？我是搞死你！赶紧去。给阿香赔个不是。老子搞人搞死你。我不，我就不。石头子，嗯，坐下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什么事儿啊？这么正经？你们小一辈的事儿，我不管。可是你干爹张嘴就乱点鸳鸯谱，我是一百个看不惯。今天，我就破例帮帮忙，好好教训教训这个老东西。你知道，阿香为啥老缠着你不放？你要说这事儿，你还真帮不上忙。阿香那叫单相思。嗯，你还以为他稀罕你呀、啊？那是恨。我知道你是个高人，你是我师父，可说话也不能太悬了。这个荔枝红行云砂，那是我们老苏家的独门绝技，这个你知道？嗯，我知道。嗯，可是这香云砂，它是岭南的绝品，我们老苏家又是外来人，哪儿来的这门手艺啊？那原本是刘阿香家的真传。哦，嘿嘿，当年我祖父为了独家垄断这个买卖，花重金购买了这个秘方。自那以后，老刘家就只能做黑砂了。你这么一点，我倒是明白了。自打上学开始，这阿香就跟苏云过不去。嗯，那会儿阿香是做黑砂，老被苏云做的红砂压一头。自此以后啊，他就不干这个了，迷上打枪了。他就恨老苏家抢走了老刘家的秘方，就把恨都撒在了苏云的身上，这是根儿。哦，他要是消了这份恨，对你还有个屁相思啊！这是老刘家那半张方子，过来。这是半张老刘家的方子，过来。这你们老刘家那半张秘方，荔枝红又回来了。这怎么在你这儿啊？哦，苏欣走的时候交代给我的。怎么现在才拿出来啊？苏云说了，说如果你要去找火哥麻烦的话，就让我把这个交给你。他说你知道什么意思。那怎么只有半张呀？哦，苏云又说了，说这东西呢本来是你们家的，可人家家也花钱了，图个公道的话，说如果这荔枝红将来有出头之日的话，那么两家都得有份儿。这苏云心思可真密呀、啊嗯、放一手还留一手，我这辈子是搞不过他了。不过我也不再恨他了。行，东西放这儿吧，你走吧。让顺风哥在这儿坐一会儿。哎，对，听阿福的，我再多坐会儿。起立。我不见你也可以啊，但是我都是为了你好，这你得知道啊。你不能一直逃避。你想一想，你们村里给你捐钱上学是为了什么？不是让你回到村里当一个童养媳。是为了让你对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做出贡献，多体面啊！还好意思说呢？行了，
我现在就想安安稳稳的把这个学上完。你讨厌我吗？我是害怕面对你，我不想惹是非。哎，真的，我不见你也可以啊，但是我都是为了你好，这个你知道吗？哎，你干嘛呀？你当特务了？你搞窃听啊？你是窃听什么呀？就你那点破事儿，一没商业价值，二没社会价值，我吃饱了撑的我。我告诉你，我这是在帮你。你和你谈恋爱，你还那么老土，男靠嘴头，女仗脸。你就拿着这个，一天给他说一次带，我保证感动的他打着鼻涕泡来找你。你记着我这个。你别说，这招有点意思，好用吗？港台现在时髦青年谈恋爱全来这手，你也不能那么落伍，谈恋爱也得用四个现代化。这什么话一从你的嘴里说出来，怎么跟广告词似的呀？你露露啊。哎呀，还有啊，我这还给你淘换了一个啊，这个更有意思的。看见没，意大利深情吻。哎，这有点意思啊。这有点意思。哎，我先问问这录音机多少钱？这是日本原装进口的。外加这个意大利深情吻啊，我一共就要你160块钱。走，那边玩会儿去。干嘛干嘛干嘛？你也太黑了呀，太贵了，咱都是同学，你干嘛呀？你老爷子不刚落实政策吗？啊，肯定补了不少钱。你还什么都打听啊？你忘了小卢将我什么身份？专业情报员啊。你这情报呀，我告诉你不准。我爸补的那点钱都交党费了。啊，我跟你说呀，我身上还真有200块钱，但是这钱我不能买这个使，我还有别的用处。但是吧，这个我还真想要。你拉倒吧啊！我告诉你，我小卢将我就认钱。哎，你别着急，你等会儿。我拿这换。好体面的小表。哎呦，哎，你这是古董啊？算你识货，这还真是古董。我告诉你，这是我爸抗战时期留下的战利品，就这块表比你这俩东西加一块都值钱。真的？那当然了。那我送到古董店估价去。行，哎，那这个我先。啊，您先得着，您先得着。急了拿手里的躺打了别人喇叭点了一躺吧，别人喇叭点了也急了拿喇叭打了，低着躺着喇叭一喇叭，不知是低着躺着喇叭拿躺着打了，别人喇叭点了一躺吧，还是别人喇叭的哑巴拿喇叭打了，低着躺着喇叭一喇叭，气了喇叭回家炖躺吧，急了哑巴回家低着的搭吹喇叭。你抽什么风呢？马老师，说实话，咱给播音员推业简直是谋杀国语啊。你又憋什么话呀？哎，这合适录音机好使。别乱动，这是刚配发的进口设备，还有编辑功能，高级着呢。是吗？哎，那这好安可得配好马呀。哎，我觉得你们应该招一个字正腔圆嘴皮子溜的播音员啊，比如说我这水准的喇叭和躺着。哎，行了，别开玩笑。我没跟你开玩笑。哎，赶紧下聘书啊，小心一会儿我变卦。真的？当然真的了，我这是要求进步，多好呀。有个事儿还要请教你一下啊，你们学生会能不能帮助这个贫困同学的家乡解决点问题？你比如说捐点款什么的。这是我们学生会应该做的，可惜目前没有资金。但是如果学校哪个同学有需要的话，我有义务发动组织大家给他捐款。那小弟我在这儿先谢谢马老师，啊，什么时候上班通知哥们一声，我先练练嘴皮子去。
800标兵奔北坡，炮兵并排北边跑，炮兵怕把标兵碰，标兵怕碰炮兵炮。我好好练练去啊！出南门进皮库啊！行了行了，买了块金皮皮裤，这小肉憋什么？皮裤不是锦皮，不必锦皮。行啦。顺风是为我着急，你就原谅他。反正这事到我老爸那也就算了结了，没人知道，也没什么影响。你可千万别责怪旁人。还有，你老爸的理解好了。快到年底了，你过年得回来，分了红我就给你寄车费。现在我知道该怎么把风筝线连起来了。我要挣大把的钱，用钱碾成风筝线，一定结实。人家不锯头啊！嗯，我们先到那边去看看。阿强，我今天正好闲着没事，我陪你聊聊天吧。你怎么不撒泡尿照照啊？你有那么稀罕吗？阿强，那你也不能不理我呀。有什么话，痛快点。咱俩这事儿啊，是我干爸撮合的。现在你不理我了，你说我怎么跟我干爸交代啊？而且现在我有一件特别特别重要的事儿。求我干嘛？我得征得他老人家同意，所以你就想先屈就屈就自己，假装跟我先谈着，叫你干爸一高兴好支持你。不愧是当领导的，脑子就是好使。哎，成全一下，成全一下，搭出我的脸来成全你啊！你怎么想的？我怎么现在发现你越来越讨厌了？嘿，这破烂酥神了啊！等等，你说你呲个大黄牙，你犯什么傻？真没瞧出来。瞧出来什么？那天从火车站一回来，我就买了牙刷、牙膏，我当天晚上就刷了十几遍呢，我舌头都刷麻了。哎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白了没有？哟，还真白了好多。哎，我建议你去买块香皂吧，把脑子也洗一洗。你这里边啊，也脏。云，我当然不敢忽略你对村民的报恩情节，但我们对未来的定位仅仅局限在生你养你的地方，那绝对是悲哀。如果照这个逻辑，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就该在北大受一辈子图书馆，报答恩师李大钊；渺小人物贺文尧就该去沂蒙山砍一辈子柴，报答他爸的救命。说到这儿，我想即兴做首诗。你是风，我就是雨，你吹到哪儿，我哟没磁带了。你找我干什么？还神神秘秘的。我这有些东西都是贺文瑶的，我想让你帮我还给他，全是磁带，都是他给我录的。我就知道他进广播站有企图，每天晚上在这儿熬到半夜三更的，难道就是搞这个鬼啊？可是我听的时候一会儿就过去了。你爱听当然不觉得长了，他就真跳你爱听的说呗。我是觉得你是他老同学，又是学生会的主席，我才让你帮忙的。他要是在录音里面说了一些不健康或者是违规的话，你可以找我。没有不健康，他说的挺好的，我们是在一起交流思想，他看的书多，说的话也在理。嗯，
就像两个老朋友在聊天一样。那你为什么还让我替你还啊？我觉得这些东西放我这儿不合适，我还他又怕他不收，而且我也不想惹出什么是非。这种担心大可不必。你怎么在里面都不吭声啊？啊？对不起，我绝对是无意窃听。干嘛呀？哎，哎，怎么把门锁上了？啊，马老师。现在开始谈判，要是谈不好的话，就关你禁闭。不是我，哎，我谈什么判呀、啊？我跟苏云谈呢，他说什么你就无条件答应什么。苏云说，别客气。说什么呀？来。何瑶，录音机我还给你，还有磁带，一盘都不少。我都放这儿了。谢谢你跟我说那么多话，谢谢你啊。还有啥呀？我哪知道还有啥呀？我还是第一次在喇叭里边听人专门给我说话呢，像听广播一样。感觉怪怪的。我也是第一次对着机器说了这么多话，谢谢你耐心听完。之前我就听别人说北京人特别能说，可我没想到是那么的能说，一盘又一盘的，还说得头头是道。你是怎么做到的呀？言为心声，这只是我心里小小的一部分。我觉得你不应该学化学，应该学播音。我觉得我选择的非常正确，要不然咱们怎么会在同一所学校呢？又胡说。我想问你个问题，男女朋友分手了就好像是断了线的风筝，那拿什么当风筝线最合适呢？用情，用情做的风筝线永远都不会断。用情，我怎么听你们两个不像在谈判，像在谈情说爱啊？啊？没有啊，我，那我说什么呢？我东西都还他这儿了。录音机还了，我可以理解为咱们俩可以面对面了。休想！东西我也还了，有什么话你帮我说了，马老师。老爸一般八点十分到这儿。啊，我叫阿香八点在这儿。哎，为了实现咱们的誓言，我又拿阿香当垫背的，你不会心里不好受吧？跟你哥我还这样。这么着，我教你一个追女孩的诀窍，将功赎过。啥诀窍啊？其实说起来呢也简单，就是胆大心细脸皮厚。别扯了。阿香多烈的性子，我跟你说，他惹毛了，练过劈砖的掌，啪！你给我一巴掌，你看我这半边脸都找不见了。你还怕这个？你想不想跟他亲热亲热？啊，做梦都想。那不就完了吗？我告诉你，其实这女人和男人啊，他想法是一样的。你想啊，他也想。甭管这女孩她多硬多烈，你只要逮到机会了，把这女孩啊，啪嚓往脑袋里一棒，你就看。不去。哎，你这抱着我怎么这么别扭啊？哎，只要是把他抱到怀里，使劲啃。你得是，你得是、啊、这么啃。那怎么啃？对对对，对，再撅点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停了灯。哎哎，阿香，什么事儿？又叫我给你干爹演戏？阿香连长，这个实在是不好意思，我发誓，我以后再也不干这种混蛋事儿了。真没关系，只要是我不在乎的人，我也不当事儿。
咱们两个买卖不成仁义在。谁跟你做买卖了？我的意思是说，我给你介绍一个人。我的事儿还用不着你操心吧？我是怕你错过全天下第一大好人。用你怕？哎，你老扯我干嘛呀？扯哪儿？你扯我干嘛？你别扯你！你在背后把阿香夸得跟朵花似的，现在阿香就站在你面前，你怎么连话都不敢说呀？啊，你说句话！我说你是到底把阿香当成花了，还是当成老虎了？啊，你说，华哥，你们俩说了半天有正经事儿没有？有啊，这正经事儿。查岗去了。哎，阿香，那个，顺风，你还是个男人吗？啊，你就忍心让一个女孩独自一个人这么晚去查岗去？你懂点事儿，保驾保驾，保赶紧保驾去啊！他说灯你就添油，你说庙我就磕头。你这嘴皮子越来越油了，这是跟什么人学什么坏？你让他当领导得了。那我就跟住你学好呗，保持一定距离。行，快。什么情况？行，一切正常啊，挺好的。这顺风鬼鬼祟祟的跟着阿香后边搞什么搞？妇女队的事儿，你为什么老让我妈去？我这不跟你学的吗？啊？哎，小子，一到这儿。我就知道你在想些什么。你知道个鬼！你先回去吧，我一个人待着有点事儿。行，你要嫌我烦的话，我就把嘴封上，在这儿等。听口令，向我转。要走，咱们一块儿走。我数一二三，你要不走，小心我给你扔海里边去。硬邦邦的铁皮花。你说什么？我说硬邦邦的铁皮花。你再说一遍，你再说一遍，你再说一遍。硬邦邦铁皮花。站住！别胡来啊！放手，小心轮船动作啊！不怕，如果你把我当军炸一样扔到海里，哎！啊！你要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耍流氓啊！我怕你出事儿。我出事儿？想歪了，轮船下海流水是我的工作。你就不怕冷吗？啊？把我扣了，怕什么冷？我帮你一个。有些事儿啊，可以别人代替；有些事儿就得你自己亲自干。我知道，比如说相亲这事儿啊、嗯，老爸，你看相亲这事儿我都听你的了，那这范闲鱼的事儿，你是什么意见啊？啊，说说你的想法，你的计划。哎，吃饭靠田地，赚钱靠生意，对不对？嗯嗯、这咸鱼啊，是咱们村主要的收入来源。我上快递那打听了，一年有十来万斤呢。你说咱要是以高出一倍的价格把这咸鱼给卖出去，那咱们年底的分红那也翻一番啊。这账我早就算过了啊。关键的是啊，这咸鱼卖给谁？这些我早就想好了，咱们组织一个青年副业队，20辆单车，每次就运3000斤，2天一个来回。这要照这么算下来的话啊，咱队里的咸鱼还真不够卖的。这招谁给你出的？你管谁给出的呢？你同不同意吧？关键是国家同意不同意，啊，
生产队抢了供销社的生意，那人家干什么去啊？你管人家干什么呢？咱们有的干不就完了吗？你这话有点像某些人呢、啊。像谁啊？你跟老子说实话，这主意是不是婆二叔给你出的？这都是我自己想的。你放屁！你还想瞒老子？你回去告诉那个老不死的，想借尸还魂，只要老子还活着，休想！那我就还个魂，搞他一下。你可别给我添乱啊！你还想不想做成这笔生意啊？废话，那就找机会去趟广州讨个尚方宝剑。你什么意思？明天上我家来一趟，给你个锦囊妙计。真的？不过，给我打点酒，买点肉。还是等分红吧。我先垫上。酒钱肉钱咱俩平分，一人一半，别忘了到时候还我啊。抠门。吃不穷，喝不穷，算计不到就受穷啊。记住，钱是拿来挣钱的，阴根就是命根，记住了这一条，受用一辈子。笑，我真错了，对不起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笑，我低头认罪了。我说你受伤。是。杨拓的心暖不回来，你回去吧。你是不是心里还有他？早没了，壳也空了。未被抓住，空了好。空了刚好把我装进去。你现在怎么变得没皮没脸啊？顺风现在只有没皮没脸才能换来香的一个笑脸。你不怕我这硬邦邦的铁皮花伤着你了？不怕，伤了我多少年，越伤我越稀罕。你现在就是个刺猬，我也敢把你抱怀里。你住口！我不口。今天晚上开始我就占了你的心，你就是我的人。我叫你住口！你凭什么对我发号施令？我告诉你，就算是咱俩好，也是我说了算。干嘛呢你？我跟阿香有门啊！你说的真没错，我把他抱在怀里使劲啃。哎呦，可看看你弄成这样，至于吗？赶紧喝杯水，暖和暖和啊！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啊！来。你那儿怎么样了？这几天我也想明白了啊，我觉得呀、阿香说的对。咱不管苏云那边有什么人、有什么想法，那都是他的事儿，让他自己决定。咱们知道了又能怎么样、那还不如不知道。留个念想。哎，是不是苏云来信骂我了？嫌我替你代笔？你替我代笔？就是上回王干事要调查苏云他们家事儿，我这不就给你信里边加了个质问信吗？我说怎么这么长时间不给我回信呢？你这不是害我的吗？我是你哥，该出手我就得出手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呀、就管好你跟阿香的事儿，我跟苏云的事儿呢，你别插手，啊！哎，火哥，火哥，火哥，谁呀、我是贺文瑶。你有什么事儿吗？你往下看。这是什么票啊？这个是咱们学校呀和南大辩论会的票，我担当咱们学校的主辩，请您光临指导，敬请助威。我最近的课程有点忙。反正你要是不去呢，我就缺席，我就在全校的广播站当中广播我的缺席原因。我是不怕成为公众的笑柄啊，但是你一定会成为人民的公敌。而且我这人怎么这样啊？我跟你开个玩笑，你怎么还急了呀？哎，我实话告诉你，我现在在你们家那块石碑上得到了一个启示，我准备把它运用到辩词当中，形成一条独特的历史论据。你可真能东拉西扯。我现在在石碑的照片上有重大的历史发现呀，我现在可以找出107个可变字，能组成200多个词组，70多套句子，足以显示部分内容啊。而且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，这里面一定隐藏着一段了不起的历史资料。什么资料啊？你让我进去喝口水，我告诉你。哎，不行，你就在这儿说吧。我渴得要命。不行，要不咱们去小花园，好不好？爸，
电驴上有个零件坏了，我得去广州修一趟啊。你小子又搞什么鬼？坏了就先放放。我能搞什么鬼啊？老支书，老支书，那个苏云他们学生会给咱借了200块钱。学生会？嗯，还有封信给您的。喏，我看。哎，那信上都说啥了？学生会知道咱村困难，就号召同学们给那个苏云集资，说先把咱乡亲们的钱给还上。哦，哎，火哥，这里头还包括你那单车钱呢。这说的倒都是客气话，可意思一点不含糊。信上强调把火哥的钱还了，为什么？谢了人情债呗。你看，苏云同学将来才能根据祖国需要安心组织分配，在四化建设的道路上轻装前进。这学生会的信咋连个撮子都没有啊？分明是有人从中捣鬼，假冒学生会。这肯定又是那个知青。哼，这钱坚决不能收，马上退回去。人家都给了，凭什么退回去啊？哎，别那么没出息啊，这人做法太恶劣，人家是想用钱把你的感情给扒拉开，讨饭要饭的呢。说得对，不仅要退，大队还要出公函，叫他们学生会把这个人揪出来。那揪出来的就是个大好人啊，人家方方面面做的都没错，这个人啊要的就是这个结果，他想让苏云看到的也是这个结果。对不起，我装傻，我不接招，我就当这笔钱呢是学生会寄过来的，咱们拿着钱呢过咱们自己的日子，你说吃亏的是我还是他？行啊，玩心眼这一套，你小子进步挺快呀。那当然了。行了，我不跟你们扯了，我要去广州，有大事儿。哎，慢着点啊。道光22年，英夷强哥租界。这是碑文的拓本，真是好东西啊。这还一封信呢。哦，碑文祖上所赐，感谢领导赏识，物谢封人所赠，此为你知我知，苏满贵，切切。首长，我送来的。首长，您觉得那有用吗？醒目仔呀，醒目仔，请你转告苏先生，这碑文啊，千金难求啊。哎，马远生改日登门拜谢。不用不用不用，谢就不用了，您还是帮个忙比较实在。我是卖咸鱼的事儿，我想谈点政策。卖咸鱼讨政策啊？情况发生了变化，学校只给我们的辩论会批1000块，剩下的钱让我们自行解决。我的意见是压缩开支，少聘评委，参辩人员不搞统一服装。那可不行，你穿得七上八下怎么上台啊？首先士气就比别人矮了3分。我先把丑话说在头了，要是服装不统一，哥们儿我拒绝登台。那你让我上哪弄钱去啊？学校里这么多人这么大，我就不信找不出一个能拉来钱拉来赞助的能人。哎，有了，小卢酱。就那二道贩子啊，他在同学当中贩卖走私商品，找他不可能。人家是特殊人才，再说这也算是为学校做贡献。这事交我了，马老师，交我了啊，我来办。2瓶啤酒3串大腰子绝对拿下，交我了，您请好吧。自己看看。改变贫穷状况，多条路子合访，即使出点问题，不过几条咸鱼，马远胜。哎，搞什么搞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马书记说了，你只要看见这个条子呢，你就会明白，你明白了以后呢，就肯定会支持我啊。你想得美，我支持你。你小子本来就不务正业，过来。阿香的事儿现在怎么样了？上工时间你别谈私事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事儿马书记可已经表态了，你同不同意吧？哼，老子要召开队委会集体决定。集不是我让我答应也简单，不就是搞点赞助吗？但是我有2个条件。一，把我过去的罪名给我平反了。二，你得为你过去对我的态度向我表示道歉。你别不识相，这是给你立功赎罪的机会。
我立什么功啊？我赎什么罪啊？啊！求我，你还摆个臭架子？你呀、啊，不答应，我也不答应，就这俩条件。那你自己待着吧。哎哎，马老师！哎哎哎哎哎哎！你回来回来回来！哎，你干嘛你干嘛呢？你穿，我把他给你叫回来呀、啊！不行不行，你这单还没结呢。你单，你们情况、哎，你们不买单？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儿呢？你啊！行行行，你再给他来两份大腰子，多搁辣椒面啊！跟你说点正格的啊，这辩论会我是主角，要没有兄弟们在底下帮衬着，我这心里没底。帮你我一百个乐意，我就看不惯马老师那个苦瓜脸。你看他干嘛呀？咱们俩是兄弟啊，你帮我呀。这是你是黄城根里长大的，我那是东北屯子里长大的。咱俩之间得缩短缩短差距。明白？怎么个缩短差距法？我给你配副新眼镜。来，这么着，就这么多，你把那这一口气给我估得下去，这差距就算缩短了。我把这酒给喝下去以后，我说什么你就听什么。没错，一言九鼎。没错，驷马难追。驷马难追啊！好好好！哎呦喂，真棒！冯文瑶，马老师说学生会接到我们村里的感谢信，可是学生会不知道这事儿，你知道不？不就做了点无名英雄的事儿吗？这点小事儿不足挂齿。你什么企图啊？我的企图很简单呀，我就是为了你，我想让你少点负担，安心上学。哎呀呀呀，行了行了行了，这位农村来的女同学，擦亮你的双眼，看看你面前这位什么样的人啊？一位世界上最值得信赖的好男人。再多说两句。大晌午的刷什么牙呀？吃屎了？这一管牙膏得好几斤盐钱，你不会省着点用？哎，我问你。那火哥跟阿香怎么样了？哦，挺好，挺好。挺好是个什么意思啊？哎，就是挺好的。老爸，我出去了啊。别啊！跟我说明白，挺好是个什么意思？就是，哎，阿香和我好上了，我们这就赶去。哎，你这泥和的太稀了，根本粘不住啊。谁说的啊？啊，晾一会儿正好。哎，给我换换换。哎，那个事儿你干爹咋说？哎，他说得村委会讨论，集体决定。我看老小子是想喝肉粥又怕烫嘴，不敢担责任。哎，你别老这么说我干爸啊！火哥，哎，哥哥，我问你。阿香怎么回事？阿香没看上我，看上顺风了，这是好事儿啊！好个屁！你搞什么搞？你给老子下来！哎，我这还有一点活，我干完了就下去。哎，下来！哎，有话进来说呀。火气大了伤身，有你什么事儿？我不进去，我嫌你里边晦气。你现在就一脸的晦气，刚从谁家院子出来呀？啊！哎，二位前辈，咱有话好好说。你要当骑墙派啊？你给我下来！我下来，下来，下来，不下！哎，话干完了再说。那不是，快点说！你别当兵的赏脸啊！我告诉你，你真以为老子拿你没办法？别拿宽容当软弱！我告诉你，天变不了，你是不是浑身皮肤紧了？让老子给你松松！哎，二位前辈，二位前辈，哎，那个，我到底上还是下？啊，我这挺难受的。你给我下来！不下。不是，你下不下？你下不下？我看你下一个。你不下来，老子打断你的腿，我拍打你的脑袋。哎呦，哟，这是怎么了？没事，我砌墙呢。啊，郑支书，马书记派我来接苏先生过去，识别的一些细节需要沟通一下。苏先生，请吧。时间紧，咱们有话车上说。哎呦。哈哈哈哈哈！哦，哦，哈哈！嘿，嘿，哎，郑支书，他这怎么了？狗肉不上席呗！
真是疯子。回来回来，哎哎，小贝，你回来，你大头找你，你干嘛去？不去，过来你，不去我。啊啊啊啊！苏先生，苏先生，魏开国，魏开国，你说你看这个样子去了，不是给马书记添堵吗？找你是好事啊，我不去啊啊啊！还是等他好些再说。哎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您添麻烦了。哎，没事没事，您坐好。坐好啊，坐好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虎根，你过来。你疯子，你跟他瞎混什么？上工去。今儿这事儿做的不公道，我打断了。不公道，小兔崽子。不去啊，不去啊。走了啊，不去啊，走了啊，走了。我说人省里的领导找你过去，你怕什么呀？啊，你那玩意儿啊，马书记已经认了。马书记都认了，我还怕他村支书干啥？对呀。哈哈哈哈哈！哎，苏家飞地逢盛世而出，遇贤人而立，政策来了。你说给谁听呢？给你。嘿，18年前那个赌破烂输赢了，社会嘴输了。你小心点你的嘴，你叫民兵来抓我呀。哎，我就是说了。哎，也打雷了，喂，下雨了。哎，郑铁成，你也有不开牙的时候。行行行了，有本事咱俩单挑啊！啊，你还能把我吃了？哎，打雷了，下雨了，变天了，我就说了，咋地？说多了，我都说啥了？